里是日本的神社？这个地方连接到日本的神社。你看看了、新庄，我刚刚讲那个，在乾隆朝的时候，中级开始设县衙，开始设衙门。那有刚刚我们看到武庙，对不对？啊，武庙在哪里？文昌祠。你们今天下午如果跟另外一队，就会到文昌祠去。那有文庙，有武庙。虽然它不是，它有红色的神社。今天你现在各位朋友走这一趟了，谢谢。